没想过闺蜜男友都闺蜜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嗨，我是贾静雯。妈别闹了，里面演我闺蜜的曾婉婷，她太辣了。喜欢吗？好美哦！看看这个身材，再看看这个颜值，哦，看看这小鸟依人的样子。他说了很多关于爱情的事情，也都很有道理。你懂那种去吃到饱餐厅拿第一盘，跟吃到最后还硬要拿一盘的感觉？这就是交往第一年跟十年后的差别。没有这些，就像啊，运动员在出赛前都要戒色三个月，然后再让他在赛道上面一股脑喷发。构不构成犯罪呢？决定于骚扰者的颜值，我呢一定无罪的。雄风活着为了做爱，工蜂活着为了做工，女王风声够了就应该做自己呀！啊，根本就是爱情金句大师啊！时尚的穿搭就要像我一样，浴袍被白化。被他选中的男人，体力都不错。只是没想到他居然还对我的男人出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闺蜜的男友都闺蜜吗？性感了，好想咬他一口。我的学长，他真的很迷人，又有品味，又细心，还很帅，对吧？还好吧。你好好说。还好吧。嗨，我是贾静雯。妈别闹了，里面吴康仁饰演我暗恋很久的学长，毕业后不小心被我再次遇到。我是优雅，这个男生，啊，对对，小东西逗你的，等一下拿去退，我先处理身份。三不需要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张怎么样都 OK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啊，你是头野兽，是头野兽，是头野兽，叫出来，叫出来！啊呜啊呜！是你呀呀，是一只蛇，蛇，蛇，对对，是长颈鹿的。吴康仁本人是个变态，然后就问他，天生的调调。他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点，就这么一点点。自恋。陈慧琳说，拍完戏之后都全部送到我家。虽然如果正常看到这种话，对，不会想靠近他了，好可怕。这种就是极度自恋的男生，如龙会喜欢，静雯不会喜欢，静雯无法。走进他家，好像有点恐怖哎。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吗？啊，太性感了，好想咬他一口。